了解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。那请问为什么你就为什么表示这个跟机器人的肋骨是干的呢？你要记住，鸡胸就没有水分吗？哦，对，那个鸡腿，那个鸡腿也有水分。我的重点是肝啊，跟那两个部位，在哪个部位有什么差别吗？然后鸡脖子就只有下半有水分，鸡胸就没有，鸡胸就是肝的。我说把鸡毛都忘了。那今天因为肋排肋骨肝里面就不能规划嘛，那以后不要用这个肋部位。他欺负我，可是不好吃啊！为什么欺负我？